이비로스가 사다르 챘는 데와 차튼 데와 담보스 안 좋던 챘는 데와 속고 이제 동대 오 가디는 챘기는 피고스 오 나라의 챘는 데 다 다른 데는 나라 챘는 데 와 예산아 탁 쪽은 데니 예를 마셔야 되냐 상민지 가디오라 오 다다 나라의 챘는 데 나니가 다 나한테 예산 데 챘는 데 그게 그게 그렇게 요구해 이게 기타 담마 인바 자반신도는 송 ざるざるなんだけど、そこで、きちっと造反で、きちっと世代にと、ちょっとただの人たちを手を出すあれ、ちょっとただの人たちを断じようにって、で、発行これ、ただの参加、ただの参加で、かけてたら、かっこいいじゃん、まあね、で、できても手紙で、論文書き終わりです。だから、まじゃちば、さあ、だ、いいんじゃ、いいんじゃ、お前、さっき、すんねえです。 이제도 마트라도 생기고, 당모, 이마도 생기고, 사족생기고, 이마도 생기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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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마도
上的心，你怎么比马差不过人？再来讲第三个身体刺激的要点是佛曼坚固，也就是坚固的特点。有些人会认为我跟本尊是两回事，本尊高高在上，本尊非常了不起，他非常重要，我是什么呢？我是无名小卒，认为这两者是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就近的从本来来说，就近的观点上来讲，我们的心跟本尊的心从来无有差别，它就是一的，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心的相续，从相续上的角度来说，从心的角度来说，它的本质就是如同虚空的本尊的心，这是第一点。那后来差别怎么样造成的？佛跟众生的差别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在根本原始的角度上来说，完全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差别在于是否有我执，由于产生了我执，所以造就了轮回，在轮回当中受苦。因为我们有我执，而且缺乏慈心跟悲心的缘故，所以虽然本质上心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造就轮回，在轮回当中受苦。那进一步的要怎么样改变这一切呢？就是用抱持的清净观意，菩提发心来修六度观心，最终能够泯灭二执。首先发起为一切众生而成佛的出生菩提心，中间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等的时间，不断的为众生发起慈心跟悲心，去累积这两清净罪障，最终成就圆满的净觉佛果。所谓的净觉佛果的净，指的是二执的过失、二元对立的过失、自他分别的过失完全净化；而所谓的觉增广的意思，则是他的功德完全增上、完全展现。这个就是佛果。以这样子的菩提发心，我们就能够去除自他的分别，了知到最终而言，自他是无二的。我是造作了轮回，自他自他分别造就了执着，所以我们需要去除的就是我。要晓得当下的心实际上就是本尊的心，如果能够通达这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坚固。就像是根本上师所说的，在文殊真实明经里面提到，一刹那中成正觉。如果能够了知到自己的心就是本尊心的话，那确实当下就是正觉的，就是佛果的。众生跟佛的差别，从基本、从根基上来讲，从根本共同的基本上来讲，都是如来藏，只是一个执着我执，一个无有无有执着，无有自他的分别而已。所以，当我们确立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心就是本尊的心，这个就叫做坚固。如同佛子心在七颂当中所讲的，圆满诸佛皆由利他生。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如果是以慈悲心作为前导的话，自然本来与佛无别的自信就能够得以开展。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慈悲心去熏修一切的功德，还有加持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身心自心为佛的这心的功德。上面所讲的就是所谓的升起稳固二生缘当中，就是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的稳固境界当中，关于升起次第的部分，在三种升起次第的要点当中所要把握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佛曼坚固。我们应该要从这个方佛曼坚固，也就是自心等于佛心的自信，来了解此处所讲的稳固或者是坚固的道理。在这边我们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一段比较长，因为翻译会比较花多一点时间。你接着问题吧，他发的那着任问题吧，他的着任的这种这些讲话的这个法则上去你把这个女人请过来的这些讲话的着任的这种方面从中去给你让家业看家业看的现在这个要从来他们会越来越疼的中国的这里从中去给你让他动作越来越不过这些嘛你的大丁不够的等于中国有我所以有病是到了我的身上就是病到了我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我想得中国有的如果我们今天家也看对家也看的疼家也看说啊做我的疼求你结婚的疼不是对方我有的就做好了一点那个人的生物就听到了的那就그게생긴통계에남겨서생아나중에영어관계에니들이르네르비사이에그런저같은저메라탄메롱마탄롱나바리시바라탄니메치로오리니트럼데이종교오리니디그르다는도와서다마오시에디오리디라브데오리스这是个用的里面让车接到一些里他都做了一些里也有红蓝灯红蓝的把这灯红的用的里面都有的这当然的你不能这把上去怕血血脱落血脱落的你做了一些把上去搞的把它来的也找脱落光的用的呀大人们家可以提供一把跟他杀进光的人哪怕他杀进套进家中人家中人哪怕他哪怕他家平常用完了你给你光吃过药了你光进去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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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开一光套进哪怕你真的往上给你光你光吃进人家给你就哪怕吃过一把疼着给你光吃过药了也都你把套进来做人的地方做的做人的地方的大部分的家庭呢你自己呢就做人的错就把你的事前面那段是关于升起稳固二生缘当中升起次第获得坚固的道理再来是圆满次第获得坚固是怎么样呢修习圆满次第主要能够帮助到将来我们面对临终中阴以及下一个阶段的法性中阴的时候圆满次第的观修当中我们会观想外在七世间环境为无量功它会向内收摄收摄这些一切相呢都如同彩虹消散于空中它毕竟本体也是空的最后呢它会不断的往内做消融最后消融在空性境界当中这个时候所谓的无量功也不存在所谓的息时间也不存在所谓的众生也不存在在那个当中体会到一种好像没有可以执着的对境没有可执着者用这个方法来做禅修所以首先他先观想外在的环境融入到本尊的主尊当中然后本尊的主尊的身体又消融在心间的像是控制等的中的字然后最终的这个控制呢也完全消融然后居于虚空当中这个是这些道理从身体次前面的身体次第来说的话它要进化的是我们
了解身体是由自我跟烦恼所造就出来的这种习气。再来呢，在圆满次第当中所要净化的是我们最后像在依于五大种的习气、十有的习气，而在临终前产生的五大种隐没次第，为了要在那个时候获得净化，所以你需要观修圆满次第。因为这些圆满次第的修法跟临终时的地水火风空的地水火风的隐没次第是有关系的。临终之前当确定的死照现起，那首先身体的地大种会融入水大种，水大种会融入火大种，火大种会融入风大种，风大种会融入心室。到这个时候人就会死亡。当然在相关的教授当中还会提到什么时候是前世佛修往生法的一些征兆标准等等，还有如何观察确实的如实了知死照等等这些道理。但重要的是说圆满次第的修持是要净化这一段消融次第的，他们之间有类比的关系。乃至于刚刚所说的本尊天的宫殿融入到本尊当中，本尊融入到种子自就由下往上逐渐的融到上面的哪吒明点，最后连这个哪吒明点也完全消融于空性当中。当一切都消融于空性的时候，那么就所有可被执着的对境可被执着之法完全的都破灭。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可执着事，而安住于见地当中，这是无有所缘的空。所谓的圆满次第达到标准，就是一切相都如同彩虹消失于晴朗无云的天空当中，直接了当的能够安住在法性境界当中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有平一的圆满次第，无有平一的坚固圆满次第。前面所讲的身体次第，主要是要破自他二元的自他的两种分别的执着。以这样子的身体次第，有助于我们修后面的无所平一的圆满次第。如果能够直接了当的入于如同无云晴空一般的法身境界当中，这个就是圆满次第获得稳固的导向。若论我们我们的空性的空性的少妄动的空性的叫做空性的里面，要通过这眼睛眼睛的妄觉少，我们哈我们的不会妄觉的。大理解，那些小觉啊，从我等等里面，一个等呀等呀等，人家包括这个等，包括这些人超过去，你包括那样。不然常常检查检查一下还是现在的但是常他脑袋里查查什么通过查什么的理由这里提高的生提拔烧我这些的你就把太阳那个脑袋的动成顺着我要的提高你掏出来的那样也后面脑袋里有办法就把要杀死个让这些人活动，让不当的得当的，你发现那些时候多出的老上出来不当的，哎，两江不要的，你可能就要害他们这江的人，或者这真的你或者超了或者你错了，被别人说不要的，像在。圆满次第的禅修当中，刚刚提到最后种子自由下往上逐渐的消融，以我刚刚手上所拿的这个控制种子字来讲的话，它就是从下面的那个小 Q 那个勾勾这个形状逐渐的往上消融的。那这个控制写成中文是什么样子，还是写成英文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所以也不晓得它消融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关。不过我是以藏文来做解释的，比方说藏文的话，它就是从下面那个小小的勾勾这个小就去开始逐渐消失，往上逐渐的往上到了阿字，到了中间的哈字，然后再来呢往上到了那个圆圈，只剩下圆圈跟上面非常细微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就是漂移的那个符号。那么最后呢这个小小的圈圈也不见了，它就只剩非常细的一条线，然后这个细呢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一直到最后在虚空当中它完全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了当的具足心事，就我们的心事能够直接了当的安住在一种明性当中，在这样子的空性明性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执着的。之后我们的分别念会再次的运作，而你可能在一个种子字的音声当中提醒自己起坐，然后呢再次的观想前面受持自己以前的这些本尊升起次第的名相的观法，这个时候是在分升起次第是在分别念再次运作以后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叫它是起坐的余且。杂瓦方面这个我们的杂瓦方面这个根据你们不知道吗？当时啊，啥话帮别人拆啥话的，这是啥话创造的？另外个啥话创造的？要么的，谁个啥话创造我的？拆的啥话拆？就不怎么老成，你不管那么多。另外个，如果你们就跟拆的啥话都别把钱了，谁个就打过来的？啥话肯定就打过来的，必须把有钱的，这个必须我的，他们结果的。六千多万厂家了，可还有嘛？那结果是甚至这些，你们知道的马东学术，你们我的马东，你们我的明白吗？这一题，你们我的把钥匙。再来是最后两句：一心专修理所事，不受迷惑烦恼牵。前面这句讲的是要放下今生的种种琐事愧恼，所谓的琐事并不是以身体跟语言方面的琐事为主的，要放下的是内心的琐事。所谓的放下内心琐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了知今生轮回的一切盛世，一切轮回的八法世间八法等的经营都是无有精华实义的，所需要真正把握的就是以正知正念跟不放逸去护持自己的慈心跟悲心，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叫做放弃内心的琐事。身体跟语言的琐事并不是说你一定要马上就放弃，我们应该是在工作的同时从事这些身体跟语言方面外在的世间的事物的时候，在内心当中了解到它没有实质性啊，不，这些事情还是要做的，你应该要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把这些事情丢掉，不去管这些生于的世俗琐事。你要做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内心的正知正念跟不放逸，然后去护持自己的慈心跟悲心，才叫做放弃琐事。再来是不受迷惑烦恼牵制的是不要放任烦恼发生，把烦恼给丢开，不要把它当真。咱地方的这个法官才能的那时候比较忙活一点，他们那么说呢，对，忙活的，这个话都讲的确实不合适。等等送一遍。这个话都，我等等等落伍了。再来是临终中音，请大家一起念诵临终中音的偈颂。嗟乎，临终中音现前时。于一切法断贪执，入于教法清净学，先是于无生之界，留此聚合血肉躯，知其无常紧如幻。哦，那你那个继续就是那个，那个你们这个把东西拆的。不能超生心灵帮助的那种，现在来唱了七八年的啥家子了，这个哪里说明嘛？是吧？你没做好了，就说那么大，这个就在附近几个铺子，说我们你哪里说明嘛？你哪没做好了要我落，他就出，跟大众们都。这个工厂嘛，这个他们没做好的要落，这厂要把你们本地，把你们这个旧费用就不你的，那就那差的，这个真的是把你们的，那就是这种没做好就落去。稍微提一下前面两句，就是中阴临终中阴现前时，于一切法断贪执。
如果我们陷入对今生的执着的话，就像是萨迦派的远离四种单轴当中的教法所说的，若贪求今生，则非修行人。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进行午休。午休的时候，有跟大家结缘三份八份，希望大家好好阅读，包括或者行善记诵，大家好好的看一下。还有不见王如来祈愿文，可以的话也好好仔细的读一下。再来就是极乐愿文，极乐愿文它里面完整的阐述了善业的功德利益以及恶业的过患，没有比这更殊胜更完整的，所以希望大家利用午休的时间好好的看手上跟大家结缘的这三本小册子。贵人阿姐呢等于他们怎么找到的呢，我把他三年给他说话你经常说话的人的他们跟他亲戚有活的老舅这东西大家有所居门的这个他们亲不了的找到哪里了，这个他的皮囊的如果都这东西大家的这个他的收入刚刚他把钱给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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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了平房不能没完的这位置那个大那个机场里面大那个大那个日落路看那个国家都能不能那个清理站给吧清理站给到国家省里国家省到国家国里上因为呢我说那个机场里差的平房行业有那里六八八多地方上面的六八差八千块的这是那个六八几什么的呢哦当我说说前面穿了当我第二季的多呢你说说第二季的别的你说说给你把你的你算了说差不多会有差不多的你多少平大多少人算出去嘛你把你的人品都不要买一会儿都上了当然你可能出现你一定放弃的所以这边提到了于一切法断贪执，这边的贪执包括了贪爱跟单着两个方面。那在待会大家会看到的教法，就是小册子当中《佛则经》三十七颂里面也讲了要断除对今生的各项的单着。这些单着包括这边所像是根本颂里面讲的，于一切法要断除贪念跟单着。包括像出家众的话可能单念自己的资具跟眷属，在家众的话单念自己的父母家庭财产身体等等，我们对这些都有很强烈的贪心，都有很强烈执着不舍的事情的情况。可是我们必须要分析的是，如此的贪念跟执着不舍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呢？应该要晓得凡是以贪心凡是以贪恋出发的话，最终都会导致损害的。比方说你特别贪恋什么样的东西，你将来投身成为一个旁生，投身成为一只动物，可能就跟那个你所特别贪恋的东西特别贪恋的事物也是有关的。你如果特别贪爱自己的亲友，你应该想想这样的亲友到这样的贪爱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害的。因为凡是贪爱它必定是由我执而来的，带着我执跟烦恼它能够带来的结果只有是伤害。比方说有些父母特别贪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他的这种贪爱也是来自于我执也是来自于烦恼的，最终到底是害了孩子还是帮助了孩子，这个结果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把自己所贪恋的事物自己所执着的身体受用财富等等全部奉献给三宝，心里干干净净利落的奉献给三宝，不要去贪爱自己恋依依不舍的像子女亲人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有各自的业，你能够帮助他的只有透过慈悲心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他，
贪爱是夹杂烦恼跟我执的，这样子的东西怎么可能帮助得到你他的，怎么可能帮助到你所贪爱的亲人呢？再来就是像极乐愿文当中也提到，如果我们能够生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之后会成就登地的果位，再回来还可以帮助到此世的亲人。只有在真正升起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饶益到自己在世的亲人。那在那之前要直接的饶益他是很困难的，所以何苦去贪爱去单着他们呢？以上所说的是与一切法断贪执。네차이런사람도참을재활용을하고라는남쪽으로인식하고그집재활용을신이제이제깨끗한생각을나와서깨끗한바바로빈상을개인적으로제차이가되는때는아주매운거예요이밤을타고가려오또산지의주인그주인자기가밤의주인그리고나서따와주인때라서와서다다람되는시기사초다다람되는경우다맞게는산시오가하고요래일단원한것다나그저정도는원한다일안이저기원한다남겨도받았다다다람되는이신마시도도느끼오니있다는이참제투구요래그러는보고제와이고까미고도퀴마도는너무기무고도오나신이오고내봐요사하고이여봐기마방쪽을해야比方说我们都希望幸福快乐，都会执着亲子关系，都会执着自己的子女或者是父母，会有这种难分难舍的感受，这样子的执着难分难舍就是单着，就是应该要断除的。那么我们会不断的起念头，不断的贪爱自己的亲人，贪爱自己的子女跟父母，这念头会不断的生气。如果你的念头确实要升起的话，你要转向什么样的念头呢？你可以反复的升起一念佛陀，一念法宝，一念见解，具足自信。我们现在就要当下就要觉得自己的心的实相，当下就要觉得见解，不能够期待到死亡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为时已晚的啊。所以跟大家结缘普贤王如来结缘文跟佛子心三，其实我的用意也在这里，我们要去好好思维，我如果真正在乎我的亲人，我真的要帮助他的话，到底是贪爱跟单着帮助到的他吗？还是慈心跟悲心才能够帮助到他？我们从这些经典的阅读当中，反复的阅读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到底什么才是有利，什么是有害的。如果我真的要帮助我的亲人的话，到底是我的贪欲跟我的单着心会帮助到他们，还是我去培养慈悲心放下单着心才会帮助到他们呢？这两相权衡之下，孰轻孰重是非常明显的。当下三轮王的满意就当下他的人他打完了给你人拉完了给你人也拉完了给你人与我为乱他这些差点就把他接了说话给你打完了他咱们讲一张这边但行里面的胖胖不知道怎么唱啊哦心地他们胖胖不知道嘛这个去叫我妈的他们的屁股不知道这个孩子屁股的没屁股的屁股嘛的今天这个屁股的这些他们的操的今天的屁股的没屁股的叫我屁股的다다무수도근육힘은왜는마다오는참이가시기만부자가때와침묵이어지다고생각할마치이거를근데이고속이여러분이지지지만그런말이예지는말이이제오로요소화다는게고속을지내가편히제지를죽게해서기거에왜제자가이게는힘을사기거에사기는덮치거에소소소소피이난지에남아테에下一句入于教法亲近觉的那个入于教法的意思是明观口诀教授。什么样的口诀教授呢？也就是在临终时上等者应当提起正念来提起见解，具足正念而意念见解。再来呢，中等者是意念上师，下等者是意念本尊。无论如何一定要观一切轮回法为无有精华实义，
如同前面所说，要去思维我贪爱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贪爱我的家人，到底是有没有帮助，还是无济于，那到底是无济于事呢，还是真正会能帮助到他们？如果你真的要贪爱父母亲人的话，你应该要贪爱的是所有的众生，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都曾经做过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去意念，这样子的去执着，也就是说执着自身是无有帮助的，执着亲人是无有帮助的。你要如果真的要心里要有所执取的话，你就执着观音，你就对观音提起正念。你应该晓得我的亲友他们对我依依不舍，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我投注了执着心，那我如果再执着他们的话，会不会有好处呢？不会有好处。所以我把我的心转向意念本尊，转向利他，这样子的意念本尊跟利他的功德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我的亲人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念，要提起念的话，要提起什么样的念呢？就是提起利他的心的念，提起意念本尊的念，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助到自己跟亲人的。나도다생각하다가차례따와놓으니따와진거는대신은이제남한남같은거는이제축구로선비해놓고계속그러래그러면쟤는남쪽에서고대정우시받은적이꽤늦게자살해서달라그러면다지만이벌써받았다늦게차례에그거는다참아사님배다공철이오고리늦게정보금이아빠는지니대신은쭉라서와제비오리이렇게배다这个把东西弄得出来。再来是入于教法之后是清净觉，迁是于无生之界，留此聚和血肉躯。如果能够真正的安住在心如同虚空的实相自性的话，这个就是安住在见地当中。那么我们就称它叫做虚空融入虚空而成就佛果，这时候我们这个暂时合合的身躯，我们就能够了知到这个身躯呢，实际上是无有精华实义的，也应该要这样子了解。这些相关的教授都是与临终中阴有关联的，这个后面还会再做补充，稍微等一下。对对，大张弟。当着你搞完了，吃完了大饭，哪里说你们说话出去，突然就比较些，他的起来以后，搞得场地跟着也不接。在《佛子行三七颂》当中谈，首先就谈到了下半人生难得跟寿命无常的道理，希望法友运用时间，在谈话的时候彼此交流，彼此问答。希望在这个短短的休息时间当中，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我是刘一军，当你捌甲确诊的人有接触过，也是家己发觉有风险，而且出现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就建议你进行快筛。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
会当透过视讯诊疗，也是前往社区的筛检站甲医疗院所，由医生视讯，也是现场评估确认。医生也会问你是不是符合65岁以上，也是慢性病这个条件。评估以后会开抗病毒药物，也是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照医生的规定吃药啊。提醒你去医疗院所，会记着被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匣，也是检测片，唔通坐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在报道的时阵，主动表明快筛阳性结果，照顾家己，嘛保护别人。疫苗注三剂，做伙做防疫。万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是蒋公康楚仁波切罗卓太爷是公认的伟大上师。1813年藏历10月初10，诞生在西藏一个叫龙家的山谷。仁波切精通10种共鸣和圣意的知识，并负起解说撰写法本的责任。其内容包含许多新旧密续的法教，例如口传、言藏以及静观等传承的教法。这些全收集在他的五宝藏里。康楚仁波切受了135位以上不同传承上师的教法后，与钦哲、丘陵仁波切共同发起西藏佛教立美无分教派运动，如同第二佛班。他以其毕生所建立的教法、修行和事业，无分别地延续了各大传承的法脉，开启了聚义的大门，直接间接地利益了各方的众生。仁波切于1899年1月19日以87岁的高龄圆寂。第3章：转逆缘，成法道资粮。大致世界乱局所引发的独裁战争与恐怖暴行，导致人们的福祉、世间的宝物全被摧毁无存，小至个人的恶业成熟，引致苦厄、灾难等，我们均应将这些痛苦逆缘转为解脱道上的资粮。以下有3种方法可资修持。一、相对菩提心修法之应用。当我们受病苦所磨，遭他人恶意批评重伤，或为敌手所败，以致愤恨不平时，简而言之，不论何时何地，自身、家小或亲朋好友遭遇任何不顺遂之事，都不应该归罪于他人。这里面除了我们紧握不放的我执念头外，什么都不是真实实有的。它是多生多劫、我执、自私不断带动造业所成熟的苦果。我们不应怪罪于任何他人，而应找出问题的症结、我执。所有的佛法均是针对消除此点而修习的，成佛无不依赖心事的转化，因此希望能够开悟的人应了解佛与众生的慈悲是平等不二的。
尤其没有人过去生不曾为我的父母，依此来看，他们实在比我们慈悲。再者，伤害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来帮助我们敬业消障、积聚福德的善友，因此他们更是最慈悲的。念及此点，我们更应修习自他交换呼吸法，对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低如昆虫、蚁蟒，高如猫狗、人类等，我们不仅不能对他们起嗔厌心，更要尽力爱护帮助他们，倘若能力不及，也要诚心祈愿，愿他或此名歹徒能早日离苦得乐，证得佛果，愿我未来所行诸善均能为利益他们而成办。由于过去世我们曾造作无数恶业，伤害这些鬼神、冤亲债主，而使得今生他们侵扰折磨我们，观想他们在前，我们以自身的血肉供养，并祈求，请享用我的血和肉，请取走任何你的所需。复如实观想他们食我的肉、饮我的血，十分畅快满足。以此，我们发展相对和究竟菩提心，我们亦可观想，生活中损恼我们者是上师或佛菩萨的化身，前来激励我们修习心法的。我们早已学到，只是疏于修持，因此这些人对我们其实是很慈悲的，恩德很大的。我们若为病痛所苦，或精神遭受折磨，便应思维，若非这样，我早因俗物把佛法抛诸脑后，所幸病苦和灾难使我仍记得佛法。我们应视其为上师和三宝的成道事业。总之，任何只谋己利的人称为凡夫，而愿成就他人得业者才是真修行人。诚如一位喇嘛所言，请谛听此甚深教法，将一切缺憾过失归诸自己，将所有圆满福德供养他人，把成就利益分享他人，将逆损挫折留起承担。二，究竟菩提心修法之应用。宇宙万法，尤其诸种逆缘与苦难，一如在梦中为火所焚、被水所冲的痛楚，是由妄心所现，却为我们错误的执以为真。就如梦中所显，它其实无一丝真实性。深刻体会这点，不执诸相，把心安住，其本质即法身，色相为化身，两者合一是报身，三身一体是为法界体性身。依此禅修，无执心之来去所住，即是了悟佛之四身的方法。它是觉观的盔甲，空性的护围，披斩无明痴暗无可比拟的最胜法门。三，特别的修法。一，积聚福德智慧恶资粮。众生皆希求快乐，但总活在痛苦中，为此我们要下决定消除苦因及恶业，并造乐因，也就是积聚福慧恶资粮。我们要供养上师三宝、城市僧众，向地方鬼神供石子、燃灯供佛、绕佛塔寺庙等，以助我们积聚功德。尤其要送七支佛事供养文以及献曼达，并向上师如是祈求。如果生病对我较好，请加持让我生病；如果痊愈对我较好，
请加持让我恢复健康。如果死掉对我较好，请加持助我往生。这样我们无所求，一无所惧。二、忏悔。依据上相，我们可依四种方法来做。忏悔过去所造之恶业，甚以生命作代价，亦誓愿不再重犯。皈依三宝，培养菩提心，禅修空性，念诵本尊咒，例如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念导上相免于期待与恐惧的祈愿文。三、向冤亲债主供养石子。能力所及，我们供养石子并祈求：您很慈悲，来帮我取走我父您的业债，请摧毁我，愿一切众生的痛苦、疾病、恐惧在我身上承受应报，愿他们从此由痛苦中解脱。如果无法如是虔诚祈求，我们可供养石子，并修禅观，让慈悲心升起，并行自他交换呼吸法。虔诚祈求，从今起至尽行寿，我当尽力助你，依请你慈悲，勿障我修行佛法。四、向护法供养石子。向护法供养石子，祈求消业除障，并愿他们的佛行事业能成就一切善妙功德，尤其助我们消除贪执与恐惧。平常或生病，或精神沮丧，诸事不顺，或见他人受苦，生起恻隐之心时，都可修自他交换法。如果我们心怀慈悲，就算能力莫及，也会祈愿，希望能帮助众生学习更高深的佛法。如果我们幸福快乐，也希望与他人分享。同样的，如果发觉己心不净，或无意造了不善，更要祈愿众生的邪见与恶业都在我身上成熟。简而言之，不论我们做什么，行住坐卧，一切都要以众生的利益为考量，利用周遭环境的助缘，趋入修心道上。第四章，终身的行持。本相可由五种力量概括之：一、意志力。要下定决心，坚持修习菩提心的意志力。从此刻到开悟成佛，尤其到此生尽行受，更尤其到今年此月，今天至明天为止，我绝不舍离相对究竟二菩提心。二、修持力。平常不论行作何事，善恶不记名等业，都要时刻保持对菩提心的觉醒，念念在心，并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借此培养佛法修行中最重要的菩提心。三、善种子力。借着善业功德增长，我们的菩提心无有满足之时，并以完全的身口意全心投入这个修行。四、省思力。对我们一贯的我执、自私念头，采取精进反省的态度，认清它即是造成我们长久在轮回世间受苦的原因，并让我们此生继续造业，备尝苦果，想及自私、我执、旧事损友，我们应远离它，并想办法除掉、抛弃它。五、祈求力。
任何修法结束后，要祈求，愿以我之力，带领众生至解脱境，以致开悟成佛。甚在梦中，也绝不舍忘恶菩提心，并且日日恒增胜。愿我能善用任何障碍与逆缘，成为修心的工具。就这一世修习菩提心的我们而言，死亡是个不变的事实。当死亡时刻来临时，我们可再利用下述五种力量修行。一、意志力。我们在临终、终因，甚至未来生生世世，绝不忘失二种宝贵的菩提心。二、修持力。过去曾修习过的菩提心法门，此刻应根谨记在心。三、善种子力。临终时要将全部的财物供养上师三宝，或给予此生对我们有恩者。此时必须心生欢喜，无一丝执着不舍。四、省思力。我们因为我执、自私，导致多生劫来不断的轮回受苦，此刻又因他而再次感受到死亡的痛苦。但究竟上而论，无我亦无他，也无死亡。我们要做的只是摧毁那个想我生病了、我快死了的那个我执念头。五、祈求力。能力许可，我们可诵七支佛事供养文，如果不允，我们便一心专注祈愿。愿我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累积的功德，能回向生生世世不忘菩提心，并随时光流转常增胜。愿我能常遇名师指点教导珍贵的佛法。除此外，我们可兼修下面的法，如果能力许可，采家夫座，否则以吉祥卧，用小指堵住右鼻孔，利用左鼻孔呼吸，观想慈悲与爱心，修自他交换法，续观轮回、涅槃、生死，一切均只是唯心所现，心本身亦空无一物，将心安住，不论内外均无所缘执，保持这种状态，自然平稳的呼吸。蒋贡仁波切说，也许有些其他临终的修习法门更为人所悉知，但无一较此更佳。第五章，修持的成果。无论小圣或大圣的佛法修行法门，都是减少我执的有效方法，其成果也是唯一可以用来评估我们的修行是否进步的依据。如果借着禅修，我们的我执、自私仍无消减，则这样子的修行并无实质上的意义。有时他人会客气地赞美我们的修持不错，但他们并无法透视我们的心，因此不要为他人的恭维而自喜，自己小心谨慎的评估才是重要。如果我们能时刻保持觉醒，心中清明无碍，则这就是修持菩提心成就的征兆。如果我们内心无有恐惧或压力，再大的事都能处之泰然时，则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表征。一旦我们能以乐观的心情去面对任何环境外缘时，便可训练己心去承担他人的痛苦、困难，一如自己的切肤之痛。最后一个修行成就的征兆，可由下列解释之。一个经验老道的骑士
也有可能失守的时候，但就算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摔落马背。同理，假若我们能了悟二菩提心，就算平时对周遭的一切，幸与不幸，快乐与痛苦的事物，不刻意去留意，坚定清明的菩提心也会自然流露。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能严法会，恭送能严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日期9月25日星期日宴口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和尚主法，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花之旅，生命